清晨里的露珠，等待着阳光。我不怕承受那迟来的这份错，当悲欢靠近的时候，我不再有愁。结婚的等你，韩翠，我们两个曾经相识相爱过，那已经是一个分秒的永恒了。可是今天，你能够让我面对你，把我自己压抑在肚子里面的所有的话全部都讲出来，对我来讲又是另外一个分秒的永恒。霍爷，能让我再握你的手吗？就像那照片上好老好老好老的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大嫂吩咐要带到台北去给我公公的清查。霍爷，以后请你不要再来看我，如果有事情非来不可，你就托别人跑一趟。搞这么多车上，我一直在想，我不应该把你留在这里，我应该带你一起走。可是你刚刚说的话就像把刀一样，把我那美好的感觉全都破坏掉了。把我忘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蝴蝶。我可以把现在的你忘掉，但是我不会忘掉有一个叫林寒翠的女孩子，她曾经是多么勇敢的要跟我私奔。我也有机会还是我回来看的一个叫林寒翠的女孩，因为她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完美。王爷，先快点，没走，还没。请问一下，董事长在不在？在。
这个江火炎我还是要多试他几次。好了，你没事了，你先到楼下等我。是的，董事长。江科长好。进来。王董事长，大少奶奶不在，所以我又把牛皮纸袋带回来了。哦，好，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是。头早起来八点钟，啊，早暗老板的有工去，啊，做工认真的选一个，查某囝要嫁给我做牵手，啊，请啊请啊，弄啊弄啊，赶紧。老崔，好了啦，烦不烦嘛？哎，谁的？你好像有心事哦。哎，你可不可告诉我，到底你在想什么？哎，谁的？奇怪呢，我真搞不懂啊。你这么有学问的人啊，不到总公司去赚这个大钱，偏偏留在这个货运站，嘿，跟我们这个不速住的一起当工人。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啊。啊，我看不是这样啦。当然是了。啊，对了，高志远，我也正想问你，你到货运站来多久了？四年了，啊，没有前途了。高志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个货运站有没有经常有不清不白的货来来去去的？先生。你不是警察派的卧底的，别开玩笑。你哦，不要问了，你问了等于也没有问了，啊，有问也等于没有问一样。你既然来到这里哦，你就吃饱了睡，啊，睡饱了吃，没有事的。进去吧，顺便聊聊刚刚看那部电影。其实巨人这个片子我在日本已经看过一次了。改天吧，我还要回货运站去工作。连火炎都不肯在这里多待一分钟，可见这个地方多讨人厌。每次回到这里来总是要自我消遣一下，不然会憋出一肚子气来的。开玩笑的，火炎，你忙你的吧。再见。再见。喂，我刚一直在想，其实你长得很像巨人中你跟詹姆斯迪恩，人长得像，个性也像。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就像那个罗哈逊了？还好吧，多个性要伊莎白泰的，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都同样喜欢一个女人，倒是真的。宝林，虽然在开玩笑了，想单独和你谈。好啊。雪，我知道我经常和大小姐脾气，这是我的缺点。不过我还有一丝小小女孩子的尊严，我不希望我们婚姻有一丝勉强的味道。你是希望我知难而退，是不是？宝莲，请你别这么说。我感觉出你在暗示我你有女朋友，对不对？你要我怎么说呢？直接说。你是除了那个女人之外我唯一不想伤害的人，你懂吗？如果你是因为不想伤害我而跟我在一起，那不是太可悲了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想要理由解除婚姻，我怎么会厚着脸皮坐在这边等着注定要夭折的婚姻？
宝仪，不是我容不下你，不是怕有一天你容了不下我们破碎的感情，到时候我对你愧疚将更无法弥补吧。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容下容不下什么？宝仪，我很想爱你，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毛病，我。 也好想让我们同事都能够下台旅游。你可以把我说得很差劲的。你令是爱那女孩，我好嫉妒她。阿菊，亲爱的阿菊，你好，我是那地球，你是那太阳，我这头地球没有你那一碗太阳的照耀，根本没有办法发出爱的光芒。 阿菊，那假如说碰到下雨天没有太阳，那怎么办？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这一颗就可以代表太阳，呵呵照亮他一辈子啊！哎呀，高追啊，不行的，这样太肉麻了。男孩子啊，要性格一点。我言呢，你就这么写，说我们高追啊，有好多好多女人喜欢他，他已经离过我们。高追这两个字，你叫我怎么写嘛？ 高追就是古追嘛，那古追的是谁？古追的古嘛，追是古追的追嘛，这样行吗？对对对，高追是不是就是可爱呢？对对对，那就写可爱了。啊，火焰呢？还有还有，你就这么写的，告诉阿菊，现在是三天之内啊，要回我们的消息，要不然呢，我们高追啊就要去闯别的女人了。哦，哎，高追啊，你也不要太得意，你不照镜子看看，你这个人啊。 口皮不像口皮，这神坛啊不像神坛，他，李说阿几会相信有女人喜欢你吗？啊啊！怪不得，我去找他两次，都给他上去给他挂住了。江老师，你要救救我！哎呀，高追，你干什么？我以后的幸福都靠你了。高追啊，你有一点出息好不好？火爷，火爷。 张老师，我有那个女人对你有意思哦。哎呀，胡说！啊，不错了不错，两个很搭配的。你不要到最后你也更加觉得没营养了呀。哎，高翠，看，你真会演戏啊！一回哭，一回笑啊。淑儿，你怎么来了？进来坐吧。不用了。有事吗？ 我刚送韩翠到医院去。韩翠她怎么了？韩翠真是命苦。生病了？她生什么病？不是韩翠生病，是顺孝又病倒了。医生说我二哥的身体越来越糟了，是老毛病。那韩翠知道你二哥的严重性吗？当然知道，韩翠逆来顺受，一直陪着二哥，才新婚不久，怎么说呢？在刘家只有二哥能照顾他，如果二哥有个三长两短。 韩翠就很难了。首先，村民大嫂一定会欺负她。我知道，你一直很照顾韩翠。我迟早要嫁人的，何况在我们刘家，女人是说不上话的。只有大嫂那个厉害人物，她专门为奉承我爸爸。小姐，请问一下，东二一零五号房在哪里？这边过去右转就是。 谢谢。睡觉的时候就好多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伤害说的。
果然啊，谢谢你的看我，觉得好一点没有？老毛病了，我的时间是借来的，什么时候老天要收回去，都不知道呢。别说傻话了，孙小哥，吉恩只有天下，韩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我是很幸运的，有韩翠照顾。 只是不能照顾韩翠是真的。顺孝，医生刚才来过，该吃药了。哎，我一定睡得很久，连医生来都没感觉到。他只是例行的检查，叫我不要吵醒你。 替我送送火焰吧，孙小哥，不用那么客气了，别管我了。去呀，韩翠。刚我来的时候，本来有一大堆话要跟你讲，可是当我看到摄影校对你的一切的时候，我又把话都给吞回去了。 所以，请你把我们的过去从你记忆中完全的忘记。韩翠，刻骨铭心的感情是不容易忘记的，但是我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再想你。韩翠，进去吧。 趁着这个畜生，人呢？回乡下老家去了。我派你到东京管财务，出了这么大纰漏，怎么到了现在才让我知道？我每三个月都寄报表回来的。我怎么都没有接到？派人把孙东押到台北来。是。 宝林，昨天才从台北回来，怎么就心事重重的？我准备回台南，回去办嫁妆。准备好了。宝林，韩静，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当然愿意。什么事啊？ 我愿意和世人解除婚约，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只要任何人肯勇敢站出来告诉我，世人爱的女孩是谁，只要让我知道她是何方神圣，居然可以让世人为她又乱情到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地步，我就甘心跟世人解除婚约，否则。 我一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气。慢走，宝玲。又要去寄信了。是啊，希望像你讲的，我爷能了解我的心。你看看，我可以看。当然了，你帮我看看我写这样好不好？祝福你，七个小矮人之一，什么意思啊？ 火焰说我是白雪公主，她不愿当七个小矮人之一。他错了，她是我的白马王子，我才是快乐的七个小矮人之一。爸，快告诉我嘛，谁是岁月迷恋那个女孩子？说嘛，说嘛。爸回来了。快快，多按两声喇叭，让他们全部出来迎接我。对不起啊，爸爸。 老爷回来也只按两声。哎呀，我不一样。
我们这位刘家大少爷刘顺忠先生。大哥，我是顺孝的太太韩翠。我是宝玲。嗯，很好，我是大哥，我特地为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是你们喜欢的法国巴黎香水。大哥，你为什么不改改你那爱表现的公子哥态度？你还是赶快把行李拿下来吧。大帅，青龙入狱，你还窝在货运站里面混日子啊？青龙他回来了。哦，难怪看你一脸得意的样子啊。哎，他是谁啊？大少爷，这位是江火炎，江先生。大嘴，你好。不错啊。大嘴，董事长特别交代，请你立刻跟我们回台北。不去。不去。大少爷，请你别让我们为难，这是董事长特别交代。大妹啊，我看你还是不改狗腿子的效忠啊。大嘴，请你先。一样，也是我爸爸的狗腿子。大少爷，难道你从日本回来只学会了这些字眼？怎么样，我说你是狗腿子，你有意见吗？我只是觉得。大哥，你为什么骂火焰是狗腿子？宋恩，你少给我啰嗦，你给我进去。我不要。你敢顶撞我？你自己也在为爸爸做事，你把东京的业务搞得一团糟，你才是他进的狗腿子。你是小老婆生的王八蛋。你骂我，越讲越不像话，马上给我回台北。小薇，走啊。火焰，火焰，这是我要给你的。我大哥啊，一向嚣张，你别理他。火焰。谢谢。宋，你这个混蛋东西，你把我这东西的产业都亏空到哪里去了？宋，你今天不错，我就好好把你打死。你干嘛？好，干嘛的？喂，宋宋宋宋，宋宋，躲起来！你这松手，你松松。闲事啊！你这个腿啊，不能再出事了。爸，你把大夫打得够惨了啊！惨，你看看。你看，你看，他在东京呢，把我的产业搞成怎么样？你看看。自己天天客厅里面走来走去，就是为了这些。不只是这个，我烦的事情太多了。还有哪些事情？公司外表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大，其实啊，哎呀，本来我还以为东京的分公司还来得及挽救，谁知道你那大哥不但亏空，还捅了个大娄子。Thank you.
这不是我们的货，把它换回去。要装都没看到是不是？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再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要知道这幕后的一切。我不知道，你也最好不要知道。这些货啊，是寄存在我们货运站的东西。你不要唬我，今天是我在点货出货，我不愿意莫名其妙地被卷进这种犯罪里面去啊。我们跟那些人是井水不犯河水，而且行有行规，互相不绕过界。那些人敢，这世界全部是他们的了。我们最好是不要去惹他们。董事长知不知道这件事？我爸爸上次挨黑刀，是不是跟这件事也有关系？谎言！如果你还想要命的话，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都装作不知道，这样你懂吗？哎呀，我早就料到了，刘家的背后是不是有一股恶势力？你不要死书念得太多了，这世界上的事啊，跟书上说的都不一样了。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宝贝，今天晚上这件事情搞得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想问问你们，没有个人要跟我讲，拍拍屁股就要进到屋子里面去了，不是存心想让我一头撞死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辛苦了，让你现在病痛，看完了刘家的一片烂账。爸，这是我有史以来听到你对我说声最客气的话。我一生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个天生的赢家。爸，你应该早让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我会挑起担子的。不到最后关头，父亲是不会向自己儿子说声对不起。从账上我已经知道了，我们家向宝林调了支票，半年内将陆续到期。宝林是他们家唯一的孩子。只要真的能够解决家里的经济状况，我愿意娶宝玲，义无反顾的娶宝玲。你娶了宝玲，我们家的危机度过之后，我不反对你再娶三妻四妾。我不会让我的婚姻下来，我要娶宝玲为妻，不管她的美丑病痛，我也会爱她一辈子。结婚之后，我马上带着宝玲离开台湾。你反抗了这个婚姻，反抗了半天，
为什么现在要答应？你终究是我父亲，我在恨你，我还是爱你，充满无奈的爱你，父亲大人。决定跟你结婚的原因吗？你爱我啊，爱是并无为什么的。你笑我不害臊？妻子对丈夫有什么好不害臊的？老莲啊，爸爸，好，喊得好，你马上就是我的好媳妇儿。我明天就回台南，等结婚呢再嫁过来。好，素人，你怎么可以答应爸爸的媳妇？你去退婚。爸爸没有胁迫我，是我真正想娶宝玲的。你不要欺骗你自己，我知道你心里爱的是韩翠。二哥，韩翠是我二嫂。韩翠，你不要走，我必须把你托付给顺仁。顺孝，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是你太太。天底下哪有做丈夫的，荒唐到硬要把自己的太太托付给别人？韩翠，我只是你名义上的丈夫。韩翠，二哥，二哥，孙孝哥，来了。孙孝哥，这么晚了，不好意思。你一个人来的？老郑送我到附近，我一个人慢慢走过来，想看看你，顺便跟你商量一些。有什么事情，我去看你就好了。是你刚康复，何必亲自跑来呢？走走也好。韩翠没有陪你来？没有，今天来就是想同你谈谈韩翠的事。请里面坐。最近我有一种感觉，老天迟早要把我收回去了。怎么可能呢？看你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谢谢你，你太安慰我了。不然就是你这里的光线比较柔和吧。不过毕竟我还是最了解我自己。说真的，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谢谢。面对死亡，我倒也习惯了，没什么恐惧的。但是，我放心不下韩翠。在我走了以后，韩翠需要有人照顾她、保护她，而且要能真挚地爱她。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三个男人是真挚的爱她，
那就是你、宋仁，还有我。当然，在我的私心呢，我会第一个考虑的是顺仁，毕竟他是我的弟弟。但是，他就要结婚了。结婚？跟宝林吗？是的。虽然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他也反抗不了。刘家是一座门禁森严的城堡，任凭英雄好汉也难逃离掌握。顺仁不能，韩翠更不能，所以我要你在我走了以后立刻带韩翠走，走得越远越好。东京、香港都有我的朋友，你可以依靠他们，金钱也都帮你们准备好了，够你们用好几年。我之所以能够反抗，是因为家父从没有料到我会反抗，所以他轻敌。霍言，我知道你也遭受了刘家的压迫，硬把你和韩翠拆散了，也许你会恨我这个帮凶。也许我是很恨刘家，可是我知道他们哪些人还拥有高贵的灵魂，那些人我对他们还是有敬意。事实上刘家是该被诅咒的，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似乎谁都没有别的选择。希望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就只差你点个头答应我。沈小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但是这种事我觉得对你是一种不敬的冒犯。不，答应我就已经帮我做了所有的事了。沈小哥，事实上韩翠还是清白的，我从结婚的第一天我就承诺她不会对他有一丝一毫的侵犯。盛孝，盛孝，对不起，门开着，我就自己进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老郑跟我说的，我急死了，我就赶快过来了。韩翠。顺孝，回家吧。慧妍，看来我是该回家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免得孩子操心。慧妍，谢谢你，再见。醒醒啊！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见我妈还有我亲生的爸爸，他们笑着说要带我去摘桃花。你想太多了，好好的睡。哎呀，你在发烧，我叫老郑去请医生来。不用了，今天家里都没有人，他们都到台北去准备顺仁明天的婚礼了。我只希望你能够静静地陪我度过这个夜晚。我会的。再喂我吃一些药就好了。嗯。
我好希望明天你能够再叫醒我，再为我吃药。我会每个晚上叫醒你，跟往常一样。还是去请医生。不要找医生，把老郑找来。老太，有什么事？老郑，好，你快到台北江火炎江老师请来，越快越好，会等他，快去吧。是啊，校尉。顺孝，你这是何病呢？寒气，快扶我起来，我要修改那封信。不要，顺孝。顺孝，什么样的人生？顺孝，这阳光，我不怕承受那迟来的阵痛。该去迎亲了。当悲欢靠近的时候，哥，快点呢！我不再有承诺。会后悔，我不愿再给任何机会。这一刻，我心已碎，怎能够将往事再追回？就这样落下我的泪，分不清心或醉，不在乎你是谁。像海岸边的礁石，勇敢的站立。你是聪明的人，你会知道。顺孝，把你幸福的送走，我才能无怨无憾的离开。你不要把我送走，我是你的妻子，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人能无怨无憾的走完最后的人生，是上帝赐给最大的恩宠。韩翠，孙晓，孙晓。孙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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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炎，你终于赶来了。孙晓，火炎，我把韩翠郑重的交给你。